来吧，兄弟们，这一大早一打开快手啊，让我干什么活的都有，好，让我抓个龙王三太子，又让我抓只鲨鱼，那活太大了哈，咱干不了。但是解剖一只海葵，咱还是可以的哈。而且老铁，如果你的手机不是一部老年机，双击不卡屏，正好手机还有一点电，请给老弟一个双击。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鱼啊，叫做狼鱼条子啊，赶海的时候抓到的，一开始还以为是条鳗鱼呢，那吓我一跳。此视频啊，不要双击，我也不要关注，因为我跟你们要了，你们也不一定给，就算你们给了，他也不一定能上热门啊。就想告诉咱家老铁，八点半左右赶海直播，记住啊，八点半。有一位渔民说啊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带个大耙子到海边，搂一搂，能把烦恼搂掉。如果你也有烦恼的话，请给我点亮一个小红心；如果你没烦恼的话，也请给我点亮个小红心。咱家都没烦恼啊，都给我点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10点半赶海直播。好，兄弟们，我蹲在这里啊，足足有7期98分钟，终于等到了八爪鱼卧叉的这么一个视频啊，八条腿并拢，稍微用力就进去了。嘿嘿，天天要双击，你们也不给我啊，今天也不要了，你们就给我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啊，带你们抓海鲜喽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有没有认识这种鱼的？啊，它长两个大翅子啊，还会在天上飞。我们这边叫它燕子鱼啊，是大海里面特别稀少的一种鱼类啊。加老铁双击点亮红心，喜欢的话加关注，看我11点左右赶海直播，感谢。